亚妹，亚妹，你叫老队长来，让他接我出院。你不知道，我都住烦了。来，我给你写。你看，我要回去。为什么呀？走，我不能在这住了。你每天在这陪我，晚上都睡不好觉，我什么都不能干，我不想在这住下去嘛。我亚妹，我不想在这住了。肚子，哎，小江托人捎信儿，说他不想住在卫生院了。他嫌那地方啊闷，蚊虫又多，非闹着要出来。哎，这小江才住几天院呢，他的腿能好那么快吗？是，我也是这么说呀。可是他非闹着要出院，你说这事怎么办？哎呀，要是真能出院了，那也是个好事儿。你看呐，这天气啊渐渐热了，这卫生院的条件也差，小江在那里呢吃不好睡不好，接到古园来，我还能照顾照顾他。俗话说，伤筋动骨一百天嘛，小江不能老待在医院里，对吧？柱子，哎，你也是这么想啊？是是。那好，回头啊，你把小江的屋子收拾一下啊，明天我就把他接回来。坐好啊，慢点。哎，柱子哥，哟，小江回来了。哎，柱子哥，哎，柱子哥，哎，得感谢你跟亚妹啊。哎，这次多亏了你们俩救了我。哎呦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只要你人没事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哦，哎，这亚妹说什么？不明白你，你看。亚妹的意思就是杀一只鸡。给小江补身子啊。我知道了，哎，反正我是不管啊，我把小江啊交给你们俩人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，走，进屋去啊。哎，好好好，慢点慢点啊，慢点。好，来了，下，慢点啊，来，慢点，来来来。跑什么呀？一身汗。老队长啊，听说把江运阳接回来了，我回去看看啊。接回来了，去看看吧。啊，哎，你扣工分吗？你说呢？不扣。谁说的？扣吧扣吧，工分重要，朋友情谊更重要。臭小子，你回来了。大伟，哎哎，躺着躺着躺着，你别动。怎么样？腿都好了吧？腿也没全好，但是我在那儿，亚妹一天到晚陪着我，晚上都睡不好觉，我实在是不忍心。那不是老队长安排给他的任务吗？可是我住在这儿比在医院强多了，再说了，我还想着你和柱子哥呢。大伟，这次出事儿多亏了柱子哥和亚妹，他们两口子对你还真好，尤其是亚妹。大伟，我都想过了，等我伤好了以后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他们。云阳需要补身体，孩子一定是累的。不行，我得给公社领导写封信，问个明白。亚妹。哎，啊，哦。
我才不管呢！我每天这么捆着，我都憋死了。我就当一辈子瘸子，我也把它给拆了。No。你来帮忙嘛！亚妹，轻松多了。亚妹，你从哪弄来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啊？我说昨天晚上大伟和你都到哪去了呢？原来你们去捉这些东西了。吃了补骨头。好，那我吃。好吃。小江他娘知道小江摔伤的事了，从信上没看出来，也许啊，小江不想让他母亲知道。哎，不过信上指明骂我们没有把他儿子关心好，说把他儿子当牛使。你看看这上边还说什么了？就这些。这怎么叫当牛使啊？那这个老太太这么说话，那太不负责任了。小江跟大伟比啊，那是受到了特别的关照。你看啊，我们不让他下地干活，让他放牛，生活上有柱子两口子在照顾，是吧？衣服有人给他洗，连吃的水都有人给他挑。那这个老太太还这么说，你不？我想啊，恐怕老太太不太了解情况，才会这么说的。不过小江是在我们那受的伤，我们是有责任的嘛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依我看，还不如让小江回家休息一段时间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小江回城里养伤，这样叫我们俩就省心了。没事没事。小江，老队长，你们俩人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明白了，你是说呀，医生让他锻炼走路。小江啊，给你带了个消息，你听了会不高兴的啊。什么消息啊？宋干事指示说咱们村啊这个条件太差，不利于你养伤，让你啊回温泉的老家去养伤。回家啊？亚妹，那没什么讨价还价的啊，明天就走。其实我是真的不想走。云阳，你受伤了就回家养着吧，再说你妈也催你回去呢，而且老队长说了，你这次回家他全给你报销，你就安心回去养病吧。哎，我怎么就那么没用呢？哎，怎么能那么说呢？你教亚妹认了那么多字，亚妹高兴着呢。来喝酒。哎，医生说了我不能喝酒。好好好，小江不喝，咱俩给头给你啊。来，我们俩喝。哎，来，
你嫂子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？小江这一走呢，没人教他认字儿。啊，没事，一会就好了。哎，我们喝酒。哎，小江，你多吃点菜啊。哎，多吃一点。